2019年1月26号 TGS 特威奇摊位 12点半 签名会。 聊天室，不要闹，好棒！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菜，我们现在正在洛杉矶 Universal Studios。 Universal Studios， 其实你来这边旅游的话，有很多地方都有 Universal Studios， 但是 LA 的你一定要来，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今天我们没有要进去，<笑>我们今天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起飞，然后去玩 iFly， 就是你的人是整个可以不用任何东西，然后飞起来的那种。<笑> Have you ever tried? Not this one. Not this one, but we're gonna do this one together.So it's gonna be our first experience together. 建议大家来到 LA 要来这边玩一下。Do we call this Universal? The Universal City Walk. Yeah, Universal City Walk. 在 Universal City Walk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东西看了。你们看，哇，好，其实这样看不到太多东西。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去玩那个 iFly， 就是你人可以整个飞起来的。因为大家跟我说。来到这边玩这个其实算是很值得。嗯，好吧，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你们看，就是上面那个可以飞起来的，感觉好刺激哦！天哪，我们先看一下人家怎么飞的，会不会吓死了 ？Seriously？I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a fly. Am I gonna be upside down? You can be upside down.Oh my god! Whoa! Okay, 我们刚看完了，现在有点吓到。我以为就是轻轻飞起来而已。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是吗？可是我刚看到他没有轻轻飞起来，他刚是整个人倒过来啊！我等一下如果穿这样啊，我整个人倒过来，我是不是就要裸体了？怎么办？好紧张哦！天哪！我们来看一下多少钱。刚空姐已经飞很多了，没想到现在真的要真人的飞起来，有点小紧张。所以它的价钱是 two flights 59，它是用人算的，然后每一个人最少要飞两次，所以两次是59.95这样子。那我们就一个人飞两次好了。好，好，好。Did I just say? Did you say how to her? 我刚刚说好。所以你要来的时候，你要先在这边填一些东西。我们要填什么？中文的。哦，有中文的，有中文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填什么。什么名 ？Honey， 出生日期，我要给大家看。反正呢，要飞之前呢，大家会先来填一个像这样的问卷，然后这个问卷呢，就问你说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受伤的历史，譬如说你有没有脖子有没有扭到过啊，你的腰有没有受伤过啊之类的。所以呢，他们会更小心，就是你在飞的时候。For next class at 2:30。Okay. Fly by 3:30 or so. I'll fly 2:30, right? Yeah. So it's in 10 minutes. 10 minutes, 我们就要起飞了，各位，好紧张哦。他刚才跟我说，你可以飞高一点，就是你再多加10块，可以让你飞更高。姐的心跳应该会掉出来吧？做 YouTuber 就是要来真实自己的。Oh, we're gonna have a class.要上课，所以要飞之前还要先上课，可能他要帮你上一课，然后告诉你说有什么东西是危险的，不要做，或是要怎么飞会比较安全这样子。你紧张吗？还好。还好。No, we need to stay.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A pose, a pose. 一定要找一个 signature pose. 嗯。就我们自己的姿势这样子。然后我等一下的姿势就是我起飞的时候我要，我要起飞的时候我就做。这样会不会太简单？哦，要开始哎！哎，竟然有小朋友哎！你看，超小的。That's fun. Oh, they can do it together.等一下，有没有人可以抱我一下？拜托！
不是啊，等一下，我也很需要人家跟我一起，他会跟我一起吗？我们现在准备进去就是上课了，然后上完课了，哦，好累哦，可以睡觉了，没有啦。它这边有很多不同的姿势，你可以来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转圈圈了，或者用不同的姿势来飞。不过我们现在是新手，所以我们还不行。所有的东西都要脱掉，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穿衣服了。穿好是，穿好之后要绑头发。我现在有没有看起来像太空人？对的。还要戴耳塞，可是戴耳塞的话是听得到他讲话吗？来干，去干。太不温柔了吧？我现在完全听不到东西啊。I believe I can fly. 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跳脱的冒险。飞向你，飞向我。好，我现在刚飞完下来，然后我要讲一下刚刚飞的感想，就是我的口水一直在乱飞，然后口水整个飞到我脸上，然后内衣就是也乱跑，不过真的很好玩，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不知道什么东西把你 push 上去的，然后整个人就在上面旋转。啊，现在手有点小抖，我觉得我没有害怕，但不知道为什么手有点小抖。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如果你们想要送一个礼物，当然如果有出国的话，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但如果你们想要送礼物给别人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实体的东西，或许你们可以一起去体会一下，体验一下不同的乐趣，像这个东西也很好，就是会记在脑袋里面，会有一个记忆点这样子。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你的小铃铛，还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咯。